新冠病毒感染者啊，排出的病毒可以污染物体表面，病毒呢在物体表面不会增殖，在常温条件下，病毒短时间内会降解，失去感染活性，并且在不同的物品表面，病毒存活的时间也有差异，在纸巾和印刷品等材料上存活的时间短，一般不超过24小时。新冠病毒在物品上的存活时间还受到环境因素和病毒的浓度等因素的影响，低温、潮湿、密闭和病毒的浓度等高这些条件可能会延长病毒在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新冠病毒对消毒剂啊敏感，常用的消毒剂可以快速灭活新冠病毒。专家研判分析认为，目前非冷冻入境物品导致境内人员感染的证据尚不充足，有待进一步研究，带来的疫情防控的风险还需要密切观察和评估。